说话超时，结果他被判了无期徒刑。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。哎，陈芳姐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哎，不要问我这种问题啊！而且他一直哭，好吵。你很坏哎，他就那么难过了。算了吧，别理他了。他还说那个臭老头数学课，我们先去让食堂买点吃的，补充点热量。啊？哎，同学，同学，同学，坐下，坐下，我们先继续上课了。哎，同学，上课偷吃贡丸了，好过分啊！啊，这次段考考24分啊，还在那边上课给我吃贡丸。啊，你在哭什么？那个老师，他失恋了。哦，那我不骂你，我现在骂你好了。你还给我吃贡丸啊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。怎样？